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特意从嘉陇坐地铁过来到三八旺去吃一下三八旺的白米粉。这家店呢是它的总店啊，也是这家店是起家的，从这里起家的。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环境非常简单。现在很多的三八旺白米粉在一些大型的商场里面也有开，但是呢就装修的比较豪华一点了。这家店呢，你看还是电风扇的啊，没有冷气。比较朴素啊，但是我们想尝一尝这个原始的白米粉是什么样的感觉。下面大家随着我镜头一起去看一看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三八旺白米粉的总店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家店铺店面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呢环境干净卫生。那么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三八旺白米粉的招牌白米粉。配料有虾、鱿鱼、鸡蛋和青菜，虽然比较清淡啊，但也还挺鲜甜的。再来说说它这个鸡翅，炸的是外焦里嫩，非常的入味，也是重点推荐哦。一份鸡翅，一份白米粉，朋友们，经典的白米粉加酸甘汁啊，看啊，哎，刚才挤了很多。这个吃的酸酸的口感非常的好，确实好吃啊！之前在商场里吃过一次，味道差不多，但是我觉得还是，可能它总店的这个锅啊，更有那个锅底气，更香一点。所以建议你们如果到三八旺这边来啊。我来这总店来吃，非常棒，推荐啊！